这个《暗黑破坏神4》呢，向来就是角色扮演，角色扮演，还有五个人哦，有野蛮人，然后这个死灵法师、魔法师跟这个侠盗哦，以前应该是刺客，他应该是刺客跟那个弓箭手哦，合二为一哦，还有一个德鲁伊哦，可以变成兽人的哦。其实死灵法师还蛮帅的，因为他可以使用什么不死军队啊、召唤啊、仙血什么之类的，就是可以用法术。魔法师呢，打起来是最有畅快感的哦，就是可以用冰啊、火跟电，可是其实相对起来就是比较强，可是比较没有那么酷炫吗？侠盗感觉就是会有一些比较，就是一些招啦。野蛮人就是最暴力型，他可以选择体型欸，可以选择男生跟女生欸，天哪，可以选长相欸，等一下，可以捏脸欸，等一下，脸型变化啊，这个样子德鲁伊的造型没有办法捏什么公主，这会变成那个史瑞克里面的那个公主吧？彩妆一定要有的吧，一定要有那种看起来很杀的那种啊，这看起来是不是饰品？哦，饰品哦，这对啦，就是少了饰品觉得不够帅。彩会哎，等一下啊，这个会是会在哪里？哦，对，就是这个啦，好，要，这个是一定要的。专家级人物，这个《暗黑破坏神》里面呢，其实都有一个选项叫做专家级，有专家级，也就是死掉以后就白了，就是死了这个人就没有了，就真的就是 only one。冰豪真夜灵等级一，哦，右上角有这个地图，按 tab 也可以有地图哦，然后。你这个游戏就是因为我是比较习惯这个用摇杆也可以玩，可是我个人比较习惯用就是键盘滑鼠，我觉得那个体验比较好哦。然后呢，这个左边呢是我们的生命值，右边呢是这个有点类似法力的东西，然后下面有一二三四，就是你可以施展招式，然后按 Q 呢是这个制药水哦，空白键是什么？闪避？哦，这新功能呢，这跟昨天那个。对，然后他就是用那个滑鼠去点那种就是框起来的东西可以打哦，然后就可以收集东西。那昨天跟昨天恶灵古堡一样啊，按空白键可以闪避啊，只是昨天的恶灵古堡的闪避完全没有任何作用就是了。然后这个因为现在这一代哦，从三代开始呢，就是之前呢要说诟病嘛也不是啊，反正就是他提供了一个不错的一个功能哦，就是你不用一直手动捡东西，以前二代一代你都要用滑鼠一个一个点很累，现在就是你经过前就会自动捡起来，这个很方便哦。哇，这个地上有一些，你看一下那个走路的痕迹，大家有没有看到那个？可以放大，哦，不错。大家你看那个地板那个雪有没有？那个雪的反光，这个有没有看到我这个游标吗？这个反光做的还不错哦。那我现在不知道我左手拿的这个是什么？是那种长崎蛋糕吗？那个是长崎蛋糕吗？哦，还可以聊天哦。安安你好。哦，右上角这边可以看到这个是任务点哦 ，Y 是收藏 ，Q 是进度 ，N 是氏族哦，氏族应该就是类似工会的东西哦。攻击力38，材料属性个人资讯，还可以选择头衔哦，编辑什么？哦，这个就是那个啊，这就跟那个斯普拉顿的那个名牌一样嘛，什么什么的什么什么，文章是什么？哦，就是你的名字上面的那个东西啊。好 ，OK， 玩家选项，低语请求新增好友，加好友，观看资讯 ，OK， 关掉。然后这边就是换装备的东西哦，消耗品、任务精华、装备、材料属性、脚藤、制作药水的东西、天使之血啊，这些应该都是物品，可以使用物品，还有矿石，这应该是也是可以做东西的哦。啊，这是什么？哦，这个是检视自己的这个能力哦，攻击啊、暴击啊、什么什么防御之类的，这跟三代几乎一样哦。然后能力，这个是从这个改回类似二代的东西哦。这个以前呢，原本的技能呢，三代的技能呢，就是等级到你就可以学，那在二代的这个技能呢，是用类似像这种技能树的，这个就很赞。二代技能树就是你可以从这边出发学什么啊，可能会影响到什么东西啊，什么什么之类的这样子。OK， 这技能数 ，OK， 巅峰等级50，所以到了巅峰还有可以巅峰可以学习的东西。然后现在这个技能点数竟然有关键字搜寻可以去找，比如说，哎，我想要学习这个类似的，哎，它这个还算不错哦，你可以直接找寻你想要的技能，这个还不错，，C 跟 A，C 跟 A，C， 哦 ，C 跟 A 就可以了 ，C，OK，Thank you。哦，他还可以直接按下一句，或是略过整组对话。呜呼呜呼呜呼呼呼呼呼！升级！哦，升级！我们升级以后，你就有点数可以用了。然后这个
在节点上按下以使用点数，每次升级都可以获得技能点数。然后大家有没有看到那个技能下面有一个重置等级的费用哦？这是以前在二代的技能数呢，你学了之后呢就不可逆，就回不去了。但是呢，这个三代呢是三代吗？三代还二代，我忘记。反正有一代是，它最后有更新出来，就是可以让你重新啦，可以让你 reset， 你自己选你想要学习，所以你不用怕点下去学了以后就是啊糟糕了，回不来了。这个以下面大家看，我刚刚不是有说1234是放招吗？那其实还有一个就是基本攻击跟这个右键，你也可以解锁改成，比如说就是别的。然后这些是基本，然后应该还有一些是核心什么的，就是比较像技能招啦。因为它像这种锤击的这种，就是不会消耗你的法力的。有些是会消耗法力，你看这种会产生法力的哦，就是变成是说你是基本攻击。就是你就是普攻啦，类似普攻啦，有技能的普攻。然后这种灵力消耗呢，就是所谓的技能，就是你用了你的灵力是会一直消耗的，所以它会比较放在常用，比如说你打一打要放招的地方放在啊。这种普攻的，就是普攻会产生灵力，嘿嘿嘿。好 ，OK， 哦哦，来来来，呜呼，奶叔，呜，哎，不错呢。然后跟大家说一下哦，这个如果有要玩的人呢，想说，哎，你刚刚怎么直接没有打怪就可以放招啊？按住 Shift 就可以在原地攻击。啊！变成熊哇，熊对熊哎，熊攻生命值过低，按 Q 可以喝药水哦。以前在玩的时候都还可以选择要不要奔跑，现在好像就直接预设就是奔跑。哎，老实说，我觉得《暗黑破坏神》哦，《暗黑破坏神》是这种角色扮演游戏，其实老实说蛮适合，就是当然除了它本身有点血腥之外啦，但对于一个正常的成年人来讲，它其实蛮疗愈的，哦，因为它。他其实就是打怪嘛，那他比较虽然及时，但也没有像那种第一人称的那种，哇，欸，他是范围攻击耶，没有那么那种就是像恐怖游戏一样哦，会吓死人，没有办法反应的，哦，不会。然后相对来说，其实他蛮疗愈的，因为他就是那种大招放招啊，大招啊，然后范围性攻击啊，然后画面啊爽快啊，就是是蛮疗愈的啦。按右键可以穿，然后我觉得从这个暗黑破坏神一直以来还不错的那个，这要算纸娃娃系统吗？就是你穿上去以后，你的外观是会改变的，疗愈吗？疗愈啊，蛮疗愈的啊，好疗愈的啊。被打输掉就不疗愈了，打人很疗愈啊，中后期很疗愈啊。哎，我觉得他这个四代的整个质感哦，跟三代又差很多哦。二代玩三代的时候觉得质感大要劲，现在三代玩四代，我觉得质感又更大要劲了。你看它那个反光，跟它那个材质细节，而且我跟大家讲哦，那个《暗黑破坏神4》哦，游戏下载连 beta 版下载都要快要100G， 下载超爆久。然后它还有一个安装的时候，还有一个选项是高画质素材，我是有下载啦，所以我觉得真的有差欸，它这个画质质感真的是有高欸，真的是有高。这个细节是真的有，所以我是不是可以这样？我是不是可以开，就是放比较大这样玩，这样感觉比较有感觉哦，感觉比较有感觉。箱子，哦，真真，哎，哇塞，它这个物品掉出来的声音，就是经典的，跟大家说经典的，从一代开始，物品掉出来，药水掉出来的声音就是长这个样子。那这个红红的就是药水，那它这一个药水，我不确定是不是要用买的，因为三代好像不用买，就是有点类似 CD 时间可以喝这样。那这个四我吧，我喝一次看看。欸，好，很明显的这个药水看起来是要用捡的，哦，标记为废弃品。哇哦哇，欸欸，好赞好赞好赞！就是如果比如说这个东西你不要，你要卖掉，你可以把它这样标记起来。欸，这个功能不错，这个功能是好的，欸，而且还有一键安，欸，还有一键整理，这个也是好的，这个不错。欸，它的音乐做的其实蛮不错，你看那个细节。这个细节做的蛮好，哎，欸，它的细节真的是蛮好的，欸，真的应该要细细品味哦。赞哦赞哦，哎，欸，这个效果做的不错，这个效果做的不错，哎，欸，其实，啊，这个烧起来，这真是我看变烤肉了。靠背，啊，这个是治愈之井哦，喝了可以回去。哇，好怀念哦，这个都是传统音效，欸，哎。作为一个暗黑破坏神老玩家，真的是太感动了。他这个模型真的做的都不错，哎，就很细啊。他那个光影的那个反射，其实都很精美，哎，真的。不错不错不错。
断头祭司，他断头了吗？哎、欸，真的断头嘞！闪避闪避！什么什么 X4 X4 什么疤痕疤痕男爵？哎呦哎呦，好痛！不要打我！对，可以打带跑哎、欸！哎，他干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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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哇哇哇！什么东西什么东西？五芒星阵五芒星阵，来来来！来来来来来 ，OK OK， 哎、欸，其实可以打太跑，不用带装，哎、啊，靠背，哎、啊，靠靠靠靠靠，一伤一伤一伤，好像很痛，啊干啊干啊干，哎、啊欸，不是他血太厚了吧？快走快走快走！OK OK， 来来，这干嘛干嘛？在哪？在这在这。哎、欸，看怎么变成，怎么变得跟魔物一样，不能正中打了。以前都是正中打，乐趣就是正中打，不是吗？现在怎么不能正中打？啊看，啊。OK OK OK OK， 来来来来来。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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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！Nice！ 啊，走开走开！哎，快！啊看看！啊看！搞什么鬼？搞什么鬼？搞什么鬼？哎呦！啊，我变成熊，跑得没有比较快。打一下！怎么变打带跑啦？我让你，让你，让你！哎、欸，不行哎、欸，在魔法阵里面会受伤，要求，要求，要求！I need more spirit. 哎呦，哎呦！我啊啊啊！站桩不了，站桩不了！啊，好痛！他又要变，他又要变，趁现在靠！哎哎呦，痛痛痛痛痛！哦，好痛！哇，还弹开！靠一下，靠两下，走！打，好打！哎哎哎哎哎哎哎！啊啊！哎、欸，奇怪，我都躲不过他那个直靠哎、欸！痛哦！啊，闪招！哎、欸，对，好可以闪哎，我怎么都忘记按空白键？对，我都忘记了。对对对，对吼！哎、欸，不行不行不行，我刚才已经用过那个技能，它有 CD 时间，它有 CD 时间，不能一直按。哎、欸，不行不行，闪不了闪不了。闪了啦，不闪了啦，气死！英雄归来，屁戏。奶叔奶叔，不行不行，那我要把这边的东西卖掉。我看一下要怎么卖哦。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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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，超方便！你只要标注起来不要的东西，然后在商店里面按右键哦，就可以批次全卖。哈，超方便。哇，这个真这得正得正的，对，这是拆解修复。哦，对，安奈破坏神还有一个就是每个装备上面，大家应该可以看到右下角会有一个耐久值哦。那这耐久值如果太低的话，就会不能用，所以你就要拿去修。它、啊、这里还有全部物品，就是可以一键修复。哦，这个药水就是我们喝的这个药水哦，等于说我们喝的这个药水，它其实也有分，因为你后面到越来越后面，你的什么血量增加以后，你就必须要升级这些东西。然后你这样子、哦、，OK OK， 升级你的药水啦，升级你的药水，制作灵药，灵药什么？弱效铁钩灵药，护甲值提升 50%， 荆棘提高 25 点，经验值提高 5%。 哦，现在竟然有这种东西，就是有点类似加成用的药水哦。1000块，我现在有多少钱？我现在有3000。精炼材料，
用于制作药水、灵药和焚香的药草。哦，升级你的素材就对了。OK OK， 好好好。哦，现在竟然有这种哎，就加 buff 的，不是吧？是他吧？他是什么？奇物商人。这个我知道，这个就是也是《暗黑破坏神》里面会有的哦。这个就是很有趣哦，他会跟你讲问号，你所有的东西都是问号，这个就是一个赌博的啦，赌博用的啊，就是你花费，哎，而且他需要的是这个，哎，在那个三代里面好像也有，就是他有一个特殊的货币哦，你用那个货币就可以去赌这个东西，有的时候可以赌到好东西哦。解锁无声宝箱可以在奇物商人啊，竟然还有这种东西哦。哦，哎，我看一下，这个是金币啊，这个是什么？古币啊，红色粉尘 ，PVP，、嗯、不一样的物，那个有不一样的货币，可以做不一样的事情。我们的置物箱、宝箱，哎，不是置物箱，就储物箱，对，可以把东西放在里面，然后可以增加栏位哦，这个也是跟之前一样。标示，这个、标示可以干嘛？哦，然后这一页是防具，哦，这个不错。这个不错，后面就是变成说你的储物箱呢，你还可以改名字哦哦，柔柔的珠宝盒，类似像这个样子哦哦哦，那这里就写，你就会知道里面放什么东西。欸、这个是哎、欸，这个是方便的衣柜，哇哦，外观也可以耶，它这个有解锁外观啊，解除装备外观哦。不错不错，这个有外观就变成说你可以选定你自己想要什么衣服之外呢，还可以给它换颜色啊。啊，这个不错啊，这个不错。奇哦，欢迎参加 beta 测试，立即获得预购奖励，2023年6月6号正式上线。好，不用特别跳出来吓我一跳，我刚以为没得玩了。如果觉得我们频道的影片不错的话，欢迎订阅我们，开启小铃铛，或是加入肉铺会员，成为肉员来支持肉肉。如果觉得废话太多，也可以使用影片的超级感谢来支持我们哟。